南投县太保里地区西乡镇是全国头一个勇敢共建强势整个行销体呢。基于透过新路的风格，盼呢台湾之星比较不可的发通，用游的方式来开创，配合西乡镇的特色产业，希望做得到疫情过后，为南投的观光和农体产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。人家村由其他副总理崔大德对国商路的上线出发，人家谈国家风景区管理处，人家谈观光圈联名同西沙乡镇中带点菜地特色产业来游客，唔单只行销农特产品，没有少给菜地文化。国姓乡他有推战船，就是他非常知名一年一度的这个抢成功的活动，然后啊埔里有这个宝箱百香果，还有这些咖啡，那么当然还有鱼池仁爱啊很多的特产在游行当中来做一个啊展示。今日策划非常的周详，所以讲一摆发通吼，做得讲非常的圆满。四个乡镇佮陈列摊位啊表演的节目也相当代表个地方的特色。一百四乡镇联名主题发通，来到桂乡乡客家镇演唱地盘，总共有四十只特色摊位，包含咖啡同农特色。另一摊观光圈联名讲，希望大部分发通行销，帮行多人客了解，来南投食东西、喝呀同旅游行程。借由这个四乡镇联盟呢，我们一起共同打造我们一个日月潭观光圈的概念。那我们把我们四个乡镇好的东西跟好的农业旅游的东西推广给大家，让游客更知道说，哎，来到我们南投的时候啊，来到四乡镇，哦，必须要怎么玩，然后来到这里住宿，我们可以品尝好的咖啡，然后吃好的美食。桂乡乡咖啡三色办公上礼拜向光授颁南投桂乡咖啡节，一礼拜四乡镇联盟主办台湾之星非高不可联。等发通推广，而提升桂乡咖啡知名度，同时结合农村小旅行，带动桂业休闲观光发展，创造农民行到世界经济效益。下个新闻地方去南投报道。